有的老外跟真他妈爱管钱事儿呢，你知道吧？吃包子沉的，说我嫁给中国爷们儿是错误的选择，我会后悔。而且我家仨儿子上中国国际了，也是错误的选择啊！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中国不回给你发留卡，不回给你中国国籍。对中国来说，你永远是外人。但是你要是嫁给到西方国家那边，直接可以加入他们的国籍，而且国家还帮你养孩子。我听听啊，我很自豪跟他说，是的，中国不可能随便给你发国籍，随便给你发留卡什么这个那个，但是中国给我的很多你可给不了，为人民安全第一位的思想，我一直很努力学中国话，学中国文化，我说的语言是大中华14亿人口的语言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再说了，在我后背有4个中国男人在保护我，谁是外人啊？我就是中国媳妇儿，好吧，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地地道道的中国人，支持我的点赞，谢谢大家，乌拉。